如果这地方你不愿意去的话，你不会去，你不会去就不会干的。那么为什么你不会去？这里我们应该想一想。有的人看见那两个人坐在那里的话，哦，他脚底挖抹了油了。有的人看见那两个人在这地方的话，他脖子上套着个提链，拉他脚拉不去。你们相信不相信？为什么？那就是有的人他就是欢喜，哎，跟他相应，他就要去；有人跟他不相应，他就不去。为什么相应？为什么不相应？这个我们立刻可以检点得出来。所以前面如果是你对他有烦恼、爱染等等，以及有他业，因为你爱染，平常跟他聊天，哎呀，这个如胶如漆啊，到那个时候距离就麻了油了。那平常啊，你如果说修厌离心、厌患的话，你觉得哎呀，这个毫无意义啊，哎，这都是善知识，我可不要去啊。到那时候啊，像你身上绑那个铁链拉你去也拉不去。如果说在这种状态当中的话，你一定不去，一定不去的话，你就会不会跑到那地方去。啊，这个地方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啊，我们要认识的地方啊。这样，那么现在我们继续下去。故作干罗罗切业及增长，以为屠羊宰鸡或反猪等诸非利女中，非利女中有犹如梦中，与当生处见有羊等。那么现在呢，前面说这个胎生的一个状态，下面说整个的生的状态。生为什么会生，前面第一句话已经说明了。现在呢，就是说当你造了，比如说感到地狱的这个业，造了增长，造了增长就是生丁受。换句话说，现在这个时候纵有你一定到那地方去的。那么举个例子，就是说因为啊，你造了种种的这种恶业，这个什么杀猪宰羊等等诸非利女的纵有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非利女？非利女啊，它是也是一种规则。换句话说，这种规则啊，它注定我们要造恶业的，注定我们造恶业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啊，这个告诉你啊，现在我们为了赚钱了，这个行业赚得了钱，然后你应该怎么弄啊，讲那个杀猪宰羊的道理，却张起了天经地义的有他一道大道理，然后你照这个样去做，这个就是非利女啊，非利女。所以任何一个行业有它的行规，而这个行规有的行规啊叫你向上，有的行规叫你向下，这个叫做特别叫律尼。我们出家人的行规叫做律尼戒，要告诉你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这个该做，那个该做，这样的话让你升天往生极乐。杀猪宰羊有他的行规，告诉他那个、哦、你要这个样那个样，然后呢，这个信念当中一天到晚转那个，造了这种恶业一定堕落。那么因为造了这个业，他终于升起的时候啊，像梦当中啊，哎，就看见那个要生的地方的那个地方呢，也有羊等，他也看见了。然后呢，有现数皆喜乐辞去。哎，因为他以前的喜乐，记得吧，终有的生起以及皆生都是这个，因为他的习性啊，哎，看见了他就欢喜啊，欢喜就去啊。所以整个的那点是我们叫喜论啊，平常我们的心理状态都是这个，你就去了。然后呢，因为他平常习惯的看见这个羊就宰，到那时候看见这个忍不住啊，他看见那个羊啊就杀，那个心就生起来了。那个心一生，纵有随灭呢，生有虚起。所以这地方也说明，哎，都地狱是的，有纵有的，那这个是这样的过程而下去的。如是与鱼四罗罗切阴鬼等众受生业耳，那么鬼道等等啊都是这个样。若生旁生卧鬼人间遇天十天，便于身处见及同类可亦有情。除了这个地狱以外，恶鬼啊、畜生啊、人啊，乃至于天，天是指月天跟十天，无色界天是没有中有的。同样的，看见自己的同类啊，你看见了，于是你就去了。此欲比起性欲故啊，欲望其殊啊，趁当身处，终有随灭，甚有虚气。此乃于切四谛论说。那么因为你看见了以后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你由于这个心悦，所以到那地方去，你对眼前的地方产生厌恶，那么纵有灭，甚有其，这个于切四谛论上面说，于切四谛论说。说到这里又停一下，
我们呢又要想一下心厌两个字。他最后死了寄生的时候还是不外乎两样东西，因为心对他欢喜的东西就去了，因为厌排斥的东西他就进去了。所以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，你自然了解哦，三界之内乃至于跳出三界的我们的念佛的还是这个道理。那么这个靠什么？靠你的业。这个业是平常的心心念念时时刻刻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啊说要修行要修行，那道理很简单，你如果这个地方不认识，现在了解了吧？哦，所以为什么告诉我们啊，如果这个地方不谈谈修行啊，那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还在细论当中，现在有了根据了，对吧？很清楚，就这个。所以一切实处都在这个上头啊，都是一个都是这个时候。我们继续下去，若非在即及诸阳等不能逆者生罗罗却理同后说啊。那么前面说堕落这个是啊，只组织非利益的差机在阳，如果其他的生罗罗就不一定了。那么像后面说，后面说的什么呢？就是说你呀、啊、跟同类那地方看见了，你就哎觉得欢喜的，总是又令你欢喜的，令你欢喜的你就去了，令你欢喜的就去了啊。这个地方我也特别的要说一下，因为这个地方这个论上面并没有说明。比如说投恶鬼去，我们会想，对呀，谁我们都是贪心的，恶鬼的人是贪心特别重，他应该一天到晚想吃，他为什么到那时候吃不到呢？恶鬼是这样的，他因为一天到晚想吃，所以他那个中油现起来的时候他吃的太多了，那个时候啊肚子塞得饱饱的，他就看见那个人已经吃得饱饱，你就把他再吃到那个时候，他心里面愤恨说，我已经吃得这么饱了，吃不下，这个一念嗔心一来，好，那个终于就消失掉了，就这样。所以他那个排那个时候排斥的一念心就进入那个恶鬼道，从此以后啊他永远也吃不到。所以他生每一道当中啊他都有这个力量，就是一个是心的心，一个是厌的心，这个是强烈的这种状态。而这个寄生的时候是如此，实际上的这个业就是啊我们呢再生的时候啊一直相继续的。所以为什么说隐业跟满业之间，隐业是一定什么，就是这种啊善业和这不善业，就是你这个强有的这种信念。就整个的生死轮回当中，那么我们现在了解了，哦，所以叫西佛就这个，就是讲解脱也是这个，现在这个内涵呢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了。具舍人云，欲求相则舍，为舍身欲相化身求舍而受身啊。那么前面上这胎卵湿滑四样当中每一个地方的身法，那个具舍人上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。是身他是求的呢，求到要相稳相，化身呢要求住的地方那个同样的要求那个，然后呢他找到所住的地方，于是要去了。比如说到地狱的众生，前面已经说过了，他不是要求到地狱去，那是一个妄业的颠倒啊。比如说到这个日地狱的众生他是怎么去的呢？到寒地狱的众生他是怎么去的呢？那时候啊他觉得啊冷啊，他就要找热，诶那个地方就是很暖和，他就去了，一去那个地方原来热地狱，寒冰地狱确确相反，就是、啊、要求去的地方就是这种状态而去的啊。那么现在关于这个啊寄生的道理我们有了一个正确的了解，把下面最后一段话也说一下。佛如是说，若于当生热罗罗切希求热暖，哦，这个地方就讲嘛，生寒地狱希求清凉，众有随往。住暖生者，具舍人说，一通胎生，始末及寄生之力无特外者，介入本地分说。除了说明这个理由以外，还有现在我们这里的根据都是瑜伽师地论上的本地分。
他这个地方啊说得清清楚楚啊。那么现在到这里为止呢，这个观音啊由苦集底当中啊说的这个流转的道理啊，我们已经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啊。不但是这个前面这个理路，而且理路所指的形象，而这个形象就是我们当下的一念，怎么样从我们当下的一念，由于自己的或无明或者是烦恼而造业，造了业以后，这个业继续的怎么增长，然后呢到死的时候怎么现起中游，然后从中游当中啊怎么在接生，有一个大概的概念。这个是从四谛上面来讲，四谛上面来讲。那么下面呢就讲十二因缘。这个十二因缘呢实际上说起来还是这个内容的开合不同，不过这个开合它讲得更细致。如果前面这个概念有不清楚的话，等到把后面的十二因缘你一清楚的话，那这个概念就完全清楚完全明白。今天我们把十二缘起的十二支的形象先介绍一下，所以说它流转过程当中啊，明天我还张图会带来啊，所以明天上课的时候啊，那个提醒我一下，我会把那张图啊告诉你们，这个解释一下，解释一下。今天我们继续下去看卷七啊，第二又十二缘起门中思维分四，知分差别，知分略色，即是圆满，此等十义。一共分十二缘起，就十二知。那么这个十二支每一支的内容是指什么？第一个我们要认得它。那么这个十二支当中啊，分几个大类啊，略色就分成功几个大类。就是为什么要讲十二支呢？就是生死流转，在那个生死流转当中，它的形象啊，它的功能，彼此前后的关系，所以在这个第二个略色当中。然后呢，这个十二支流转生死当中啊，从怎么样从前一世推展到后一世，这个筋骨的时间说明。最后由最后的说明补充前面几项没有圆满的，这个在这地方现在解释一下，现在解释一下。我们看出先是看那个知分差别，十二缘起中出无明者，第一个讲无明。平常我们呢，对于无明两个字啊，可以说耳熟能详，常说的无明无明大家都知道，可是无明的真实内容啊，我们对它不一定啊认识得很正确。尤其是我们传统的佛法里边讲起来，说见火是火尘沙无明，讲到无明好像这个无明呢细得不得了，哎呀这我们凡夫不可能认识的，因为我们不可能认识，所以你没拿它一定莫奈乎它。实际上呢不，细的无明是的的确确我们没办法认识的，粗的无明就在眼前，就这样。就是我们必定要从粗的无明上面下手，由这个因渐渐的进化，然后呢一步一步的，如此因感如此的果，你粗的一步一步的进化的话，你才能够最后啊找到最细的地方，连根拔起。所以现在我们呢把这个概念呢在这地方要认得很清楚很清楚，你有在这个正确的认识了以后，我们前面很多误解都可以拿掉，误解拿掉了以后啊，产生了一个正解，这个正解就是我们修行的根本。谈到这里，在没有说正文之前，有一句话要说一下的，有一句话要说一下的。我们常常听了祖师们说，因缘千年不悟，不要一日错路啊。这你因缘呢，你一千年不开悟，不要一天走错。这个话怎么讲呢？就是如果你走错了以后啊，那个非常危险，非常危险。
你在这儿慢慢的做对了，慢慢的摸进去，哪怕一千年，你只要做，总有开悟的时候，总有解决的时候。万一你走错了，那永远摸不到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好像跟我们了不相干。实际上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啊，就是我们眼前呢、啊，每一个人都犯了这个毛病，因为我们在色心的这个控制之下，色心的特征是什么？它就是色，就是能者，者所知的。当你缘属缘的缘到了以后，你自己而然产生不知不觉的执着，你就觉得这个样。于是呢，这个执着分两方面，一个是理智的见烦恼，一个是情绪的思烦恼。你死死的死在这个里边、啊、我们平时总觉得我很有道理，总觉得很有什么恨呢，那个都是在这个概念上面，是吧？所以啊，这是无始以来无苦奈苦的事情。现在呢，修学佛法的目的干什么？就是帮助我们击破它，净除它。所以佛法是唯一的能够净除这个的一个宝贝。万一你学了佛法一步开始走错了，害了。因为说佛法是净化它的，现在你学了，结果你佛法也学错了，你已经学错了，走上更糟糕的一条路上去了。因为你前面不了解，还有机会说，哎，这个世间的，现在学了佛法可以把你净化。现在你自己觉得学了佛法了，其实你学对了没有？学错了。于是你牢牢执着，这个就是解决的问题。于是这个执着，把你本来可以解脱的这个机会啊，去除掉了，切断掉了。什么东西切断了？就是你的执着，你觉得对吗？因为你觉得对，所以你在不接受其他的了。这个力量非常厉害。如果说你们自己检查一下的话，我想我们很容易啊，可以体会得到，很容易体会得到。啊，有很多东西你总觉得啊很懂，就这样。昨天呢，也是那个同学啊跑着来跟我谈这个问题，哎呀，他就谈得好欢喜，我也非常欢喜，非常赞叹，啊，有两个理由，欢喜的他现在走上了正路，赞叹的我看见他走上了，我也沾了这个光，我随喜功德啊，无比的欢喜。可他就跟我说，刚开始听的时候啊，为什么听不进？现在听的是越来越欢喜啊！我说是啊。我当初也是这个样的啊，然后呢我进一步说为什么原因。说实在的，就当初为什么听不进啊，我们不妨在这地方每一个人自己检查一下，什么力量在这地方。你就是说自己啊有一个自己的惯性习惯，有一种的惯性，平常我们说你对外来的东西啊，你就是啊，你觉得这个蛮好嘛，这实践的东西就这样。这个就是啊，是叫你，我比如说坐在这里叫你站起来，觉得坐得蛮舒服啊，叫你站起来你真不愿意，除非坐的地方不舒服啊，那么时候你自己要求，否则的话你坐在那一定不愿意动的。这个是什么？就是情绪上头的。还有一种呢，见解上头的。如果你自己已经觉得你对了，如果你觉得对了好，外面东西你自然而然有排斥的力量，就这样。就这个力量摆在这地方的话，不管人家讲的什么东西，自然而然你自己觉得对了。所以说刚才说的，就这个东西啊，佛法本来就是帮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。不信万一我们一开始走错的话，是吧？所以说哪怕你一天走错的错路，你以为走对了，结果呢唯一真正走对的这个路是你摸错了，你还以为对，于是你把唯一救你的这条生路一刀斩断了，请问你有没有机会跳出来？所以龙树菩萨在众论上面告诉我们呐、啊，佛为什么要说这个道理啊？为啊要解决你的诸见。今天你对这个道理的执着，实际上执着是错的，那个时候啊，诸佛也没有奈何你，诸佛没办法救我们。这样，所以我们一开头的时候我要特别说明一下，我们正式修学佛法之前呐、啊，哪怕你已经懂了，还是要记着啊，我还是个瞎子。就算摸到相了，我还是摸到相的一部分哦。你那个时候能够这样的认识，所以你还自己觉得我还在病当中，然后你还要努力，那个时候有机会。
如果是你这个心情升不起来，自己觉得很懂的话，那对不起，那就害了。这样，所以到这里我们重提一下前面道前基础告诉我们的准备，我们把这个准备今天重提一下，把这个我们的障碍拿掉了以后，然后我们再学下去。我为什么要这地方提这个？有个原因，你要真正进入佛法啊，前面讲的是人天乘法，这是个基础，这是个基础，是共的。有这个基础上面真正的圣若，到这个地方才是真正跳出轮回的开始。前面已经讲了一半的四谛，如果在这个四谛上面你万一把握不住，现在还有更好的十二因缘。如果你这两个都把握不住的话，那对不起，这一生就没有因缘了啊。所以在这里啊，务必先要好好的把自己的熟悉啊，这个熟悉有几种，一种自见上自以为了解的习惯，就是见烦恼；还有一种呢，自己的这思烦恼，哎呀，觉得啊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哎呀，又觉得这个不配为果，那个也不配为果，就是这个习性上的这个两点一定要拿掉，打起精神来，好好的学。这样，这是以前呢、啊，是无始以来的错误，拿掉了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从这地方进入去。现在开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先看那个无明知。无明是什么？若俱舍云，他因俱舍的，在我们这边说，我们讲大乘的啊，他为什么用俱舍啊？要晓得，这个他这本身呢、啊，大小三乘所共。现在我们刚刚进去，如果说基础的地方不认识的话，你生息的地方也不可能认识。反过来，如果说你基础不认识，先把大的弄得了以后啊，我们变成过什么？哎，讲起来啊，说哇，人造卫星样样都懂，银河太空都懂。实际上呢，我们眼前的是一无所知。你眼前的一无所知，你就能够到太空去了吗？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不要说人造卫星，眼前那个脚踏车你也不会造，乃至不会骑，你就说我居然能够造太空火箭，那不是很荒唐吗？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呢也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个很深的大论当中，它处处地方引这个，这个地方有个重要的原则，如果是对的话。不管是初中后，这一定对。下手的地方你做对了，拿这个音步步上升，你才能够达到最高的地方去。现在我们看俱舍怎么说，无明如非青石等，这个是我们将来修行的最主要的关键，这个概念我们务必要弄清楚。这个无明不是我们当中，哎呀，这个无明啊，这是菩萨才能够破啊，才能够认识啊，就是我们眼前凡夫就应该认识的。这是什么？非青非石，还有个等字。下面要解释，次也如说怨的虚狂，非为这物亲友底色，即亦亲友，是说亲友色欲相为所对之拼，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。这是我们眼前最重要必须应该认识的。他说如啊，如着好像是说，如说怨蝶虚狂，前面说亲，亲是亲爱嘛，说非亲，非亲什么不亲爱的，是说怨蝶是冤家对头，还有呢实是实在的，现在的非实是什么虚狂的，这样。所以他这个地方他不说怨蝶虚狂，而是非亲实实，意思什么？说非为这无亲友底色，即亦亲友，不但是这指这个，记得不记得我前面告诉你们呢、啊？说我们呢、啊、共同在这里表决一样东西的时候，说赞成家的请举手，赞成业的请举手，举完了半天，还有很多人有问题的，现在不是。赞成的请举手，不举手的就是反对的，就是两样，那你就没有娱乐了。所以在这地方呢，也告诉我们，他所以用这个非，所以用这个这的原因何在，是这样，就是凡是不亲爱的
不实在的与这个所有跟侵蚀相违的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对峙的，这个都包含在无明当中。用这样的一个归类方法、分类方法，就把这个无明的特质啊，可以完全的说得明白，一无遗漏。你在因力当中能够一无遗漏的认识，然后呢，到位上面告诉你们是一无遗漏的对峙的方法，你照着去修的话，产生的结果是一无遗漏圆满的结果，了解吗？所以说在这个地方，不管就是念佛参禅也好，假定你懂得了一无遗漏的，然后你去修这个法门的时候，为什么你同样的做结果就不一样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。所以修那没关系，它的的确确是有各种不同的方法的。即说如是无明，亦非仅则能对之明，即明所欲，是明相为所对之品。那么同样的说，无明是什么呢？也是则没有明，不是则能对之明，即明所欲啊，是明相为所对之，跟明确确相反的这两个。什么叫对峙啊？就是有你就无我，有我就无你，就这样。所以这两个的一定是啊，不但敌体相反，而且是互相。有了你的话，我一定把你消灭；有了你的话，你一定把我消灭。就这个明跟无明之间是两个，在这种状态当中，所以如果是无明存在，对不起，你一定是无明不觉。如果你把握住了重点，修他那个觉道的话，你觉了明了，这个无明是一定可以克服，一定可以进出。好，那么现在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了，所以原则上面，哦，原来这个这样，它就是不实在的，而不实在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啊，是我们真正的生死冤家，我们呢就把它看错了。明明是虚狂的以为实在的，然后呢这个因为它不实在的虚狂的冤家，我们把它看成了实在的，其实相反的，这样。所以无明是不认得这个而产生的错误，明呢就要认得它产生的正面的功效，就这些。那么现在正对治此中能治之明，那么正对治这个无明的明是什么呢？这个也是我们从根本上面是把握要了解的。这个定义啊，我们首先要认识，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的把握得住啊。下面看，为证明了破特切入无我之意，就是正确的如实的一点都没有错误的明白了解，了解这个东西，正果的佛法所要了解的就是这个，这个是重心。你了解了这个根本，然后这种根本上面扩大的话，只要跟它相应的都是佛法，如果跟它不相应的都错了，就这样。破特切入这个上头无我，破特切入平常我们翻成速气去，因为速速的不断的，这个速不是一趟两趟，永远的在那个六趣当中啊轮转啊，舍了这个又取那个，舍了这个又取那个，我们通常叫做友情，也就是人，就是我你他都在这个上头。那其实七